接下来仍然是来自山上的美妙的声音，这是嘉义县阿里山的毛达诺剧团。他多年来参与许多国内外的演出，但是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表演停摆。那么近期防疫降级了，他们的最近的演出在今天登场了。出生于这个剧团的原住民歌唱团体猎户座也受邀回乡登台飙歌，所以特别是在现场就能够听到阔别已久的海豚音。优美的和音，热情的舞蹈，他们是嘉义县阿里山的毛达诺剧团。热情的歌舞让现场观众都想跳起来，因为疫情停摆的演出在防疫降级之后终于再度登场，而且还是第一万场的表演。观众席上人不少，嘉义县长翁章良也是座上宾，而这第一万场次最让人期待的就是他们的演出。惊叹的海豚音，原住民歌唱团体猎户座带来经典名曲。其实他们出生于毛达诺剧团，今天被请回来登台，他们相当的开心。这边它其实是我学习的环境，所以第一万场我一定要回来，也是要共襄盛举。整场精彩的表演让大家意犹未尽，还有死忠铁粉跟随。从第一场看到第一万场。毛达诺剧团隶属于当地知名度假村，走过艰困的疫情警戒期，现在终于又能让大家欣赏到阿里山邹族歌舞，在紧绷的防疫时刻体验邹族风情，稍稍的喘一口气。华视新闻陈建邦、邱君平、许文南嘉义报道。